我的诉求，我正面讲，你台湾的祖先，讲我清楚，
咱人拢正敬重，希望高家坤伊个台北，但地方伊个祖灵祖先，阿计都是猜，阿是伊个祖先，希望伊个祖先会当来托帮，来讲台湾人、台湾囡仔，唔好去替中国党做代表，哪怕你要做中国人，但别要用台湾人条件准备。所以稍等下，我简单的标语甲口号，我们诉求就是台湾中国，咱就一平一讲。过来就是讲，撤回台再谈话。中国国民党中央联手啊，全归了回台进来台湾，安尼无平定谈话，啊，这个是输线。所以要谈话前，要求撤回台再会谈。过来。当兵去现代人，但是做中国党的高官，咱也反映民意，要加强把中国强强一个花一个花一个花的公道，这是咱今天的诉求。所以阿婶，你放心，我们柔性的表达意见，我完全恭喜。对啊，就是要当兵去现在祖灵祖先呐，甲团结哦，以为祖先阿大时家孙阿大会赢。哦，他请伊去成了后，非常高调的，这是大事大非，大是大非，有关。